出海观赏烟花或参与大型盛事，乘客要知道船上逃生出口的位置，留意船员的提示，要知道救生衣放在哪里和怎样着。家长要照顾同行的小朋友，确保他们全程着上救生衣，船长就要有乘客和船员名单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船只切勿超载超速，乘客和船员要互相配合，海上畅游，注意安全，玩得放心又开心。